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全民运动会》畅玩一下挑战赛。眼尖的你是不是跟小编一样发现一位新面孔呢？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预告仪释出本尊，也被网友猜测做出回应，究竟这位超可爱女孩林可会不会就是最新红队经理？就快跟着小编一起准时锁定第四季的播出吧。他现在要冲过终点了，会不会破大会记录啊？非常的远，刷新大会记录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跳舞，我想对你好。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夜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这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今天来就是宣传一下写真女星的部分。写真女星，对，那个偶包要装回来，现在是写真女星。你有带偶包了？我们今天没有要跟你偶包的意思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来这里没有偶包，我上了第一个脱掉。OK， 上了第一个通告就要脱掉偶包。脱掉啊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你等一下偶包的部分全部都会被剪掉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偶包。你如果要这整集有你的画面，你最好不要偶包，不然整集又没有你。我跟你讲啦，脱掉偶包的部分在这个里面啦。好啦，这个是哇塞，要给 Sam 看，太便宜他了吧？袁弘哥辛苦你了，辛苦你，袁哥真的辛苦你了，平常哇。这是纯爱系写真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点偏日系，然后那种男友视角感。哦，天哪，你会明白？你不要讲出来，或许我不是，或许我不是最让你很害羞心动的人，但我会一直是陪伴着你。好了，太多了。如一。哎呦，这么会？没有啦，就是你知道，真的可以。土味情话很流行。哎，欸，不是啊，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有诚意？对，我也觉得。你这是惊喜，你这是文具店卖那种，你知道惊喜包，惊喜包一打开会噼里啪啦很多东西跑出来的。来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口罩？这是我的口罩，贴心呢。哎，我们刚刚其实帮你想了一个更好的行销方式，下一次可以用。好，你看你这里多无聊，什么东西多无聊？你如果在这里印上你的唇印，哦，然后大家戴起你的口罩的时候就会这样，Oh my！我跟林可接吻了，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这样，很忙哦。然后他们没办法好好戴口罩。对，然后我真的，我们讨论很久，然后也想了很久，我对你，我就是觉得汉堡包。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，算，因为我们算认识很多年，算很多年了。然后我觉得林可她就是一个很。大辣辣的人，她其实是一个很大咧咧的女生，然后她心里面其实住着一个男人，没错，她是那种会打游戏，然后今天心情不好也骂脏话，好也骂脏话那种，比较海派的那一种，她是海派型的，她也没有在跟你有点口，就是那叫什么不修边幅，哎，是这样用吗？就他不会因为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形象要怎么样顾好，所以他就会刻意的。不做自己，他是一个蛮做自己的人，对，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虽然现在是林可是一个全新的，对，纯爱系写真女星，但是我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那个小男孩。哦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帮你做一个汉堡包，是男子汉啊，男子汉宝宝，汉堡包，我们要全部考试，考什么？面试哦。不是面试是第一关，然后第二关是你要就是把他们所有的应援全部都学会，然后口号全部都要会，就是你知道要会那个口号，炸裂橙子，不是啊，全部都要哦，不是，我听这到底是
怎么样？有什么好拿来说嘴？很难哎、欸！啊，你要进去人家那一队，你不学人家艺人口，要不然你要学什么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们以前进去的时候不用啊。为什么要啊？不用哦。你说只要学应援曲，但不用背口号。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。但是你们这个是要背口號。我们要背口号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那讲错字会怎么样？他就张嘴，他就会说讲错，然后笔记。是考核的意思吗？对啊，考核啊。所以如果没有过就不能上场了。我们第一次考核没过，那怎么办？就重考，补考。他还要让你们补考。对对对，补考如果再不过的话，就当掉。GG思密达。哈，好严格、哦。超严格，我觉得超严格的。那你花多久时间准备？差不多，差不多两天吧。没，我花哦，还是你这个路已经铺两年了。我直接跟你说，我总共花了几个小时在舞蹈教室。几个小时？我总共花了43个小时在舞蹈教室。43小时是？你睡在那里？没有到，就是分开的，但是总共总时间43个小时。事实上，你还算几个小时？因为一个小时要200，很贵。然后算一下那个钱，43小时，哇塞！你很棒哎，蛮贵的，很贵哎。那我不跟他谈那个10个小时算你便宜一点这样。哦，好像没想那么多，下次要注意了，好不好？姐姐又学了一招，